来看看既恐怖又沙雕的游戏。刚进入游戏，一圈白色橡胶小人看着我，咋地？要公开出行我呀？左上角提示我回车输入代码，刚开始我不知道这是干什么，不会是来嘎我腰子的吧？我得赶紧跑，不过前面有个大木桶挡住了，推不动，看来要让这些小人帮助我，先输入一个跟随指令 FOLLOW， 还好有提示，要不是我这11级英文水平可不行。之后他们就跟着我，看什么看，没见过帅哥呀，家人们谁懂啊。不过这个步伐有点搞笑，换个 BGM 更合适。从这里我才发现，这不是恐怖游戏，这是沙雕游戏啊！再输入一个推的英语单词 PUSH， 然后他们就帮我推开了木桶，这么听话的吗？如果有这么一帮听话的小白人，你会下什么命令呢？前面还有解谜因素，一根长木棍，下面有个小缝隙，先让他们跟着我。他们不会跟着我跳的吗？输入跳跃的英文试试。啊，这没反应啊，哥们儿，跳一下行吗？我给你钱。那试试躺下 LIEDOWN。 躺下能滑过来，但是这画面感觉变恐怖了呀。不慌，下一个关卡更难，有一个超级无敌大的大摆锤，只下一个跟随指令，小人根本就过不来，只能在 follow 和 lie down 之间反复横跳。说实话，这两个英文单词我都会背了呀。试了很多次，最后一次也是很勉强通过了两个小人，没输就行，两个还能升，一过关，这不就升了很多吗？